是马来西亚人，我希望我们的国家可以设立更多的地方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小动物。那你们的愿望会是什么呢？赶快 upload 你们理想的马来西亚愿望，发至到 Instagram， 然后 hashtag IAMMY 以及 hashtag AirAsia， 不要忘了带你两个好朋友，告诉他们你的梦想哦。